说话，地上的叫叫喊，西沙。哇木，目覚めたまえ，我が主人たちよ。下三季了，那你得卡。如果你不惜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救救的话，很难会相信一首哎呀呀居然能创造出如此多的迷因。要我在四位大草跟屌爷之间选一个，不如把我直接刚到司机一只还比较快了。呵呵，谢开西哦，用什么用他负400以上的智商，不需要思考的大脑得出答案呀，哈利。哎呀呀呀！压力果然还是无法抗拒跪倒在卡兹萨满的石榴群架。相比乔家跟屌爷的孽缘，还是月下三基佬跟那个生化阿里古比较吸引我。你们无法否认，战斗潮流的敏感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们哎呀呀以及德意志的卡卡库诺技术上面。再开一局，哎呀呀呀！当然，屌爷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无法动摇。可能迪欧达，哎，但个人认为，你们在看啾啾之前，必须先认识创作出死鬼面的暗之一组会比较爽。野林研究还未踏上陆地很久之前 ，GQ 啊，有一种斯趴生物独一无二的器官变形能力，超长的寿命，个高雄可以吸收其他动植物不需要吃饭也能够存活的仙术。今年又把亚米诺以及族谱视为卡米萨玛膜拜，大家啦惧怕三门黑的紫外线，又不想让抗 UV 防尘服玷污，哇嘞哇嘞哇！麦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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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上性命，哎呀呀！锻炼出来的 Kinnick 只能住在地底苟且偷生，生生生生生生生。So stay 平衡在 Genius 出现的那一瞬间完全被打破，为了克服太阳的弱点，开发身体的极限，卡兹萨玛创造出死鬼面，就是让屌爷不需要再当人类的 Hentai Kamen。哎呀呀呀！卡西的 People 终于有机会站上进化的顶点，更多的渴望，更长的寿命，也意味着残杀更多的 Animal Deaths。再听下某种躲在地底崇拜变态邪教的山寨吸血鬼钢线贝克，谁？哦 ，No！ 切卡西。只要再加上完美红宝石的因为助眠，便可二阶段进化成吹气疯狂上扬，不再需要吸收其他生命的究极智障生物。Six No Need， 并且依照自己的意愿完美的创造这个世界。哦、oh, ，我们终于可以成为卡米什么？助人一族将获得拥有永恒生命的权利。有没有人想要不老不死啊？有没有人想要不老不死啊？哎呀呀呀！一群蠢材，难道你们不想克服太阳吗 ？No！ 要是站上救急的生命顶点，只会摧毁地球上所有生物，除了那只狗之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资格克服太阳哦，卡子。况且昨天我等全员投票决定拒绝掀开遮羞布搞基堕落，卡子的存在太过危险，必须让它从地球上面消失。那些公沙小听着这比防紫外线的紧身皮还要厉害的发现，被同伴当成笨蛇的感觉，简直不能忍。战争吧，只要你们还妄想生存，未来的命运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最终结果不是每个住民都拥有流法，确定有基佬二人组解放战线，把所有同胞物理超度。可惜了这些充满营养的女性黑肉。哎呀呀呀！两个新生兄贵从此踏上寻找究极生命与波纹战士对抗的旅程。为什么我觉得周围的空气不太对劲？把头靠过去看一眼，怎么样？就看一眼，老板。
喂喂，我唔系嗌你啊，爸，我嗌下边个啊？阿嗰条靓仔啊，靓仔，我忍你好耐啦，出嚟啊！单论战力，三基佬中最强的肯定是我们木。可惜太过正直、遵从战斗荣誉的他，没能撑过希尔的嘴炮攻势。哎呀，你弄伤人家，所以你必须要对我负责哦。没错，这一届重点就是这直至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的婚戒。什么这心脏脉会分泌毒素的戒指，要是没有在33天内尝到人家唇环上的解毒剂，就必死无疑哦。没看过本子的我完全不懂，他们还一次塞了两个小子，你的喉咙已经是本大爷的形状了，卡子什么？你要不要顺便也三 P 一下呢？干不了，回去提醒我，先把 ACDC 钢刀开花，我到底看了什么？哎呀呀呀！当时就是二乔夜为了跟火之流法第一次约会展开的呼吸器波纹特训战斗，貌似以乌木初次登场的帅气来推算 ACDC 的战败是不容置疑的，但我没有算到这个人形触手微波炉居然敢自己前来找虐。扣扣，请问脑子先生还在吗？自称杀过2000年级的波纹战士，不如干脆一点，承认我们卡兹萨玛的奶头很香吧，或者是木拿了1000个人头你才到场之类的。当然，力量的不足是可以靠智商来弥补的。那、啊、原来他还真的有脑，大概沉眠太久，才会不小心退化输给那个毛线波纹几种。最后老师也不免说，给了西沙一些展现他特训成果的篇幅，要不然他的存在都快跟那个达瑞伦一样可悲了。本来都已经打到珠宝前，眼看着那个人形吹风机再被太阳烤一下就要熟了，没有想到才浪一次波纹飞踢，结果大家又回到解放前。乌姆真不愧是战斗天才，前面你的辅助是加同伴他爹的血海神手和最后的波纹一是一切的一切，将脚有本靠住南极马车站生死斗决定，当然不会是普通的马车站，怎么可能是普通的马车站，那你居然是吸血鬼马车站，那你觉得是锤子好玩还是十字弓好玩呢？哈哈哈哈哈！快使用双头龙！哎呀呀呀！金毛鸡激战过后，乌姆突然决定自毁双眼，盲生附体，终于学爱，学会用脚发功。原来有强者才能代表真理，舅舅，我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神仙哟！啊，彷徨了12000年，或许就是为了与你相遇啊 ！Pretty Girl 最终奥义，魂不会念杀，西杀，金刀之法，我靠，居然是反送中汽油弹！难他。他木什么被炸只剩一颗头，还可以喷干化，到底是何方妖术？我来努力啊！反正护证事务所我搬来了，你们赶快结婚哦！马车米拉萨到大家久等了，今天的九九战斗潮流被红宝石争夺在第三回合最后一场比赛。Yo！ 谁的长腿黑丝秘境？50岁的阿姨也萌呆呆的是秘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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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境就是美人的意思。Lisa Lisa， 他即将对决我们助人的天才给老虎花使者、玩腿达人、爱狗人士、光之疗法三大哲学的太空垃圾卡兹萨玛。那你受累我啊！我输了。哎呀呀呀！既然是遗物者，卡克的混血戒指，卡兹萨玛使出人类史上最早的替身，天才大战要乔家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天才了吗 ？Win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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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终于战胜了 GQ 啊！然后在这10000年之后，这个天才大终于得到一切，并且还顺便学会了名为岩浆助男蛙泳的可怕招式啊！这有一半的责任是那个生化阿里古要负责的。怎么输？哈哈哈哈！荒木老师，你来告诉我，神应该要怎么输？那你因为物理学的计算错误，跟不知道怎么瞬移回来的天魔爪，将卡兹萨玛推向宇宙。
接下来你要说，难道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考雷卡，难道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啊，塔利麦塔这，你以为史上最奸诈的究竟是这样假的吗？傻傻的飞向太阳，乖乖的当一个冷冻垃圾吧！救！我知道没有什么逻辑，不过下次来介绍屌也好了。